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二实定品第二十七之三，现在我们开始讲实定的第八定。第八定就是一切众生差别生三昧。一切众生生的差别三昧，就是十一地的大菩萨呀，得我们身上入定，我们知道吗？不会知道的。一切众生生不知我们，包括一些畜生，那一些蚂蚁啊、老鼠啊，反正一切众生之类吧，他不见众生相。就咱们实会相讲，无佛无作，解脱自在。所以他一切众生身，众生身差别多得很呢、啊。不是寡人类啊。这是表示菩萨到此地的菩萨，他的智慧遍一切处，能在一切众生身入定，入定。得此众生入定，得彼众生出定。像咱们前头讲，此世界入定，彼世界出定。含义是一样的，这表那个此地的菩萨能入定的智慧，入定出定，自在的，自在的。但是境界自在，入定的利益自在，像这种讲啊，没有什么文字可能说明的，用语言呢来显示啊，没办法显示。只能用意会，意会呢就是思维观照。从文字入不到的，从思维只能要生信，千万莫生谤悔啊！莫要生谤悔。一下咱们念经文嘛。佛子啊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？一切众生差别生三昧。普贤菩萨跟与会的菩萨说：“说什么是菩萨摩诃萨？”一切众生身三昧呢，我解释这么个问题啊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住这个定的时候得十种无所着，不要执着，能得到十种无所着。如何是十种无所着呢？与一切刹无所着，与一切方无所着。
不要计较，说这是净土，这是秽土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的秽土，那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，莫生这个想，没有这个念，一切差。那说不，南方不动世界呀，东方药力琉璃光的世界，一切佛刹无所作，没有净土的观念，染秽的观念，因为这个佛跟这个佛的功德，庄严的果度，不去分别，不去执着，没有什么东方西方，与一切方无所作。连这个念头都不起，不起这种执着。刹呢，是果度。方呢，是东西南北方的方向。一切劫呢，劫是十分，劫波是十分。没有一个刹，没有一个方，也没有十分。净土众土，净土的众生，秽土的众生，人类啊，畜生类啊，恶鬼道啊，三恶道啊，一切众生都叫众生。不起分别心，没有自作的念头。每一个世界沿途有沿途的一些个法在，净土有一头净土的法在，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法，那个国家那个法，各个佛所说的法与一切法无所执着，没有分别念，只要发了菩提心，只要发了菩提心，不分菩萨的阶级地位，对一切佛菩萨，只要发了菩提心，到究竟成佛这个阶段，不要起执着，一切菩萨无着。菩萨所发的愿，有大愿，有小愿，有利益众生愿，有自己成佛的愿，一切愿无所着，一切愿无所着。一切三昧无所着，咱们讲了八个三昧了。在这些三昧，就是入住这个正定当中，不起一念的执着心，没有什么大定小定啊什么，一切无所着，一切佛无所着，这到究竟了。成佛与众生无差别，但是这个是那法性离体讲的，菩萨入这种一切众生差别字，后头就入法界三昧，一样的，都是无为，没有差别的。不要起分别心，莫起执着心。咱们前头讲是次第，现在讲的是圆融。次第呢，咱们一地一地讲来的。我讲到佛，对佛，各个佛的净度也好，慧度也好，利益众生的方式也好，教化的情况不一样的。因为众生啊，有种种差别，佛有种种法呀。有这一切法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所以这是十种。何者为十？说住这个三昧，得到十种无所着，究竟不执着了。唯有一真法界，一切都没有，不起分别。
这才表现他的大定自在。伸手无所着就表什么呢？表菩萨入定的自在，定的自在，定的功力，入定啊，出定啊，住定啊，一切的，一切皆自在。普贤菩萨对这个做解释啊，这一下的经文就是解释的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，云何入？云何起？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，那就是总说啊，开始啊。说菩萨住这个众生定三昧，入众生定三昧，怎么样入呢？怎么样起定呢？以下的经文就是解说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，与这个正定内深入，外深出，外深入，内深起，同深入，一深出，一深入，同深起，人深入，夜叉深起，夜叉深入，龙深起，龙深入，阿修罗深起，阿修罗深入，天深起，天深入，梵王深起，梵王深入，欲界身体，天中入，地狱起，地狱入，人间起，人间入，于取起，于取就是六取别的取起定。这是表无尽，入定无尽，什么都可以入定，什么都可以出定。此入彼起，就讲究入定的无尽，无尽，什么时候可以入定？有时候正报，这是寡说正报啊，从人身上说，从畜生身上说，从天身上说，从龙身上说，这个没什么解释的，都可以入定，都可以出定。六取当中，从天到地狱，六取啊，天了入定了，在地狱出定了，在地狱入定了，天可出定了。那在大菩萨的自在的时候，他没有分别，天跟地狱是平等平等的。这都叫属于法身的范畴和法身范畴，这就在一切众生中入定，一切众生之起定。还有千身入一身起，得一千个人身入定了，一身起，那菩萨他的念愿力，这一千个人都是入定的处所，他在这一千个人入定了，可他一个人身上出定了，或者入一身注定，在一千个身出定，诺由陀身入定，一身起，一身入定，诺由陀身起，这一多自在，诺由陀就多了，身很多了，阎浮提众生中入定，悉须陀尼众生中起定。阎浮提就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都定了，在悉牛贺州出定了。四大部洲啊，悉须陀尼众生中入定，在北俱卢州起了，北俱卢州众生出定了，北俱卢州入定了。东胜神州出定了，
东胜神咒入定了，三天下众生种种起，一天下众生入定，在那个三天下出定。这个菩萨是一身呢、啊、是多身呢、啊、对，多身即一身，所以四大部洲都在入定，在龙王山起了。这是要正报说，要依报说，地水火风四大宗入定，此种入定必宗起，在人中入定四大宗宗起，自在无奈，叫自在无奈。三天下众生中入定，四天下众生中起定，四天下众生中入定，一切海差别众生中中起，一切海差别众生入定，一切海神众中起。嗯，要是异报、正报、异报互相摄入，正报即是异报，异报即是正报。以下是四大宗，一切海神宗入定，一切海水大宗起。这海神入定，这海水大宗啊，四大宗的大宗啊，就是水大、地大、火大、风大，四大宗宗入定。或一切海神中入定而正报了，可在海水中起定，一切海水大宗入定，一切海地大宗起，地大那是还是水大，一切海地大宗入，一切海火大宗起，得火出定，地大入定，火大出定，一切海火大宗入，一切海风大宗起，火宗入定，风宗出定，一切风大入定，一切四大宗宗起。在风入了，在地大、水大、火大，在其他三个大宗起。从地水火风入定，无生法宗起，无生法就没有，那就在无生中没有当中的生，生什么定？无生法宗入，妙高三宗起。妙高三宗入，七宝三宗起，七宝三宗入，一切地种种加强树林黑三宗起，一切地种种加强树林黑三宗入定，一切妙香华宝庄严宗起。自在无奈，自在无奈啊！那这个三昧，什么都可以入，什么都可以出，没有入定的时间，没有入定的处所，无琢磨，一切都无奈，那宝座庄严入定，那四天下下方上方一切众生中受生中起，那众生在受生，菩萨在起定，一切四天下下方上方一切众生中受生中入定啊，小千世界众生中中起定，小千世界众生众生中入定，中千世界众生众中起定，中千世界众生众中入定，
大千世界众生种种起定，大千世界众生种种入，百千亿诺由陀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种起，千百亿诺由陀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中入，无数世界众生种种起，无数世界众生种种入，无量世界众生种种起，无量世界众生种种入，无边佛刹众种种种起，无边佛刹众生种种入，无等佛刹众生种种起，无等佛刹众生种种入，不可数世界众生种种起，不可数的世界众生种种入，不可成世界众生种种起，不可成世界众生种种入，不可思议众生种种起，不可思议众生种种入，不可思议世界众种起，不可量世界众种种种入，不可说世界众生种种起，不可说世界众生种种入，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众生种种起。这个世界是无尽的，众生是无边的，菩萨的定，众生中入定，这个定，多数少数相对有情无情，都是菩萨入定出定的所作，交叉循环，这说都是世界啊。现在说眨眼众生种种入，眨眼众生包括很多类的了，不是存呢、啊、不是存一个众生，不是存人类，不是存畜生类，存地狱类，这个众生没分的啊，海里的鱼鳖虾界呀、啊、地上蝽虫蚂蚁呀、啊、地狱恶鬼畜生啊，一切眨眼众生啊，一切众生都包括内了。从这眨眼众生入定，清净众生起，清净众生就是菩萨界了，存在净佛国度的众生了，那众生都是清净的。这个众生清净众生无眼垢，据长说都成净道了，都成道的了，达到清净了。从清净众生中入定，眨眼众生起，有分别吗？让你一切无着，入定出定，无法无着，解脱自在。人掌握一个解脱自在就好了，这些都是分别相，就一个人身上说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了，眼处入定，耳根起定，耳根处入定，眼处起定，鼻处入，舌处起，舌处入，鼻处起，身处入，意处起，意处入，身处起，智处入，他处起，他处入，自起，自处起，一切相对诸法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六识眼识耳识鼻识意识舌识意识，就是六根六识十八界，互相入定，互相出定。一微尘数入定，无数世界微尘数舍起定，一数入定，一个微尘，这个菩萨只是一身呢，无数世界微尘出定，
就变了无穷无尽的，把无数世界又把它抹成微尘，那一分钟入定，在那一切微尘中出定，变化自在。不入入世界微尘处入，亦微尘出去，无量身设为一身，一身化为无量身。这是菩萨自在处啊，声闻入，独觉起，独觉入，声闻起，自身入，佛身起，佛身入，自身起。这个咱们想是想不到的，你怎么打妄想也打不到，说到佛身上入定啊，在众生身出定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法界身，法界一位身，一身，一身入一切处，一切都是法界，随免一法，无非法界。如果你从原则性上想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诸法都因为缘起而生起的，从一真法界生起的。既然从一真法界生起，还归一真法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掌握这么一个原则原理就好了。说在佛身入定，咱不会这样想象的，从来没想过。在佛身入定，在佛身出定，自身起，一念入，自身起，一念入，一劫起，一劫入，一念起，同念入，别时起，别时入，同念起，前界入，后界起，后界入，前界起，前界入，后界起，后界入，前界入，中界起，中界入，前界起，三世入，刹那起，刹那起，三世入，真如入，言说起，言说入，真如起。真如是理性，从真如而加缘起，有言说，就是真如入，随缘而起，就言说，从随缘入回归真如的理体，从真如起，入于言说，往复循环，出息大小凡圣念劫真妄，都是菩萨入定出定之处所，这就定自在。这只是普贤菩萨跟这十一地菩萨说的，咱们听着也不懂，也不能进入，那为什么要说呢？纵缘因，不是近因呐，这不是亲因呐，对咱们说不是亲因，要对十地菩萨，对地上的菩萨就是亲因，这是缘因。咱们说结个缘吧，纵个因吧，将来这个因会逐渐变成果，咱们也能入世，也能随时入定，随时出定，念念入定，念念起定，这才叫正定，真如大定。这跟咱平常讲禅定啊，
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普贤菩萨叫果后普贤，说这个三品的时候，时定、时通、时隐，果后普贤，说的都是佛事，说的佛果上的事，叫果后普贤。佛子，譬如有人，假设说的，说完了，普贤菩萨嫌到这个道理太深了，没法解说。加个比喻吧，就跟这些诸大菩萨说比喻：譬如有人为鬼所赐，有鬼迷住了。这咱们看到过啊，说在鬼迷他的时候，其身颤动，就他身呐、打颤呐、颤动，他自己不难了。鬼不现身呢，他没别旁人没看见鬼啊，就是看见这个人被鬼迷，这个人他身上颤动不难。不难，鬼不现身，鬼并没有现身，他只能令他所迷的人神动，他没看见鬼。那菩萨摩诃萨住这个三昧的时候呢，也是这个样子，他入定起定，自身入定他身起，他身入定自身起，自然的好像这个定力就是鬼，假设说定力是鬼，此定力持着菩萨入出是定力，菩萨的定力，菩萨功夫用到这儿了，他身入定自身起，就像那个被鬼所迷浑身颤抖的一样，这是比方说的啊，形容词。但是大菩萨他自己的慧力呀、都到了十一力的菩萨了，他的智慧力量才有能这种力量。佛子，譬如死尸以咒力故而能起行啊，虽所做事皆能成就。尸之与咒，这个死的尸体跟着咒语各个差别啊，咒语跟这个尸体合了，合成了，才能走路。大家看见过没有？这在边区少数人民呢，这是很多。说这个人死到这个地方，经过大山大水，运时候很不容易，因为那尸体很不容易。请那宙斯，他摇柱，外号叫摇柱，拿个那个不是那个牛皮鞭子，拿纸做的鞭子，像鞭子一样的，念这个咒，这摇，这死尸就走，尸体就走。同时呢，那人要住店呢，要到的馆呢，他走那路线都有一定的，凡是这种的呀。这摇珠的这种走的呀，那个他所住的那个店呢，也是有一定的，到晚上了要休息了，摇着，完了要拿张三张签子，三张纸，给他一烧，在这个死尸啊尸体一烧，把这尸体啊立到这个店铺的门后，不能让人都看见，但是他这个身上。他这脸上是拿黄纸散的，但是他这咒语
下雨天头，如果下雨天了，走到半路下大雨了，尸体淋不到的，也是拿张纸给他念张咒，念咒尸体淋不到的，尸体走呢跟人走的不一样，他是跳的，两个腿并一块堆往前跳，一跳一跳的，这摇柱，外号摇柱。但是这个摇的人呢，拿那个纸扎的鞭子啊，不是真鞭子，拿纸鞭鞭子，非得拿那个摇，得念那个咒，一边念那个咒一边摇。我从甲地摇到乙地，看见路途遥远吧，有走七天的，有走十天的，而路长嘛钱就多，路短嘛钱就少，那外号就摇柱。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很多，那住店的别人也不管，你走你的路，他走他的路，这那是事实。一到店里头，他隔到那个门后头，把那门关上，把他扇上，拿纸扇上。普贤菩萨说的就这样，以咒力能够让他起走。完了他很随所做事皆能成就，这个死尸跟这个咒两个没法合合的呀，就是咒力使他能走，没有咒力他就不能走。说是不是他还活着？没有，他的神识，死者的尸体，尸体的神识没有，完全是咒力。说这个咒跟这尸体两个是没法合的了，但是它虽然差别，能够合成就比是能可以走，其他做不成的。一到地图了，或者他家乡，大多数湖南跟四川跟贵州这一带很多。普贤菩萨说这个确有其事，人间就是这样子，其他的果子不知道。随个差别而能合合成事，两个不相类，但是能够成就这桩事儿。菩萨摩诃萨住持三昧，菩萨住这个众生三昧的时候，同景入定，同一个景象入定，但是可在一景起，一景入定在同宗起。想那个比喻就行了，佛子譬如比丘得心自在，得心自在啊，一身着多身，会多身着一身。菩萨若不是菩萨，俄罗汉，这个比丘是指俄罗汉说的。俄罗汉得了神通了，心自在，得六通了。以身作多身，他能化现。俄罗汉也是能化多身，多身作一身。假使没这一身，没这一身，多身化不出来啊。没有一身，非一身，没有多身，非多身，没一身生。不是那多身恢复原状，还是一身生起来。菩萨如此三昧，以夫入世，一身入定，多身起，多身入定，一身起。又打比喻，比喻啊，越比越深。譬如大地，大地，其外一种。大地就是个大地，一位。但是地上种的种子
种子生出的苗，苗加种种，味道就不同了。大地的味儿是一种，没有什么味儿啊，种的苦瓜、辣椒，苦瓜是苦的，辣椒是辣的，嗯，它生出种种的味道。可那水果吧，水果味道就多了，种种苗家种种味别，大地没差别呀，味道有殊异，各种果果是各种味道。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啊，以福入世。这十一地的菩萨住着此三昧，第八三昧啊，入众生界。嗯，所以一种入定多种起，多种入定一种起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住十三昧，得十种成战法之所成战，嗯，赞叹这个三昧，赞叹菩萨。所谓的入真如故，名无如来，正得真如体性了，就叫如如不动，就叫佛。觉一切法，这究竟觉啊，究竟觉。咱们经常说无觉圆明，不觉，不觉也得算上啊，不觉是法身的本体啊，真如的不觉，完了有实觉，开始明白了，实觉完了就渐渐的修了，明白渐起修了，实觉完了到分正觉，相似觉。实觉了，看是觉悟，还没有真正正得，必须分正觉。就是地上的菩萨，一地一地，得一地就正得一分法身的时候，就是真如法一份，叫分正觉。正到十地满了，咱们这儿给他《华严经》讲个十一地。到了十一地，完了就进入佛国了，才能成佛。这叫入了真如，名为如来，觉了一切法，一切法都能觉悟了，名之为佛，叫大觉呀，大觉，就叫究竟觉。究竟觉呢，就究竟证得真如了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。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施籍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
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传真0398987870398987，0398987870398987。心怀慈悲，转危为安。做茶叶生意的张老板有两大爱好，一是品茶，二是吃鱼。每年新茶上市时，他总会在各地茶乡寻找极品好茶品尝一下，顺道购买下来，以利后续做生意赚钱。哇，这茶叶的味道可真不错啊，我之前可是很少喝到这么极品的好茶。哈哈，张老板果然是品茶的行家，这可是我们这里上上等的茶叶呢。哈哈，我这个人只有两个爱好，品茶和吃鱼，所以不论是茶还是鱼的好坏，我可是一尝就知道的，绝对不会有所差池的。是吗？那张老板，你来这里算是来对地方了。要知道我们这里有三绝，第一就是你喝的这种特优茶。嗯，这茶叶的口感独特清新，的确可以称为一绝。那第二绝呢？第二绝那就是这家餐厅的鱼了。张老板，你尝尝看，真的非常新鲜美味的。哎呀，这是糖醋活鱼啊。张老板不愧是吃鱼的行家，一看就知道各种门道。这道菜的火候极难掌握，能做好这道菜的厨师可不多呢。那张老板，你感觉这位厨师做得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条鱼的尾巴竟然也能动，这可罕见了。过去吃的糖醋活鱼不过只是嘴巴动，没想到这条鱼的尾巴竟然还能动啊。所以这道菜在我们这里也堪称一绝呢。嗯，真棒，这味道真是鲜美啊！我吃过了那么多鱼，这么美味的鱼还是第一次吃到呢。这道菜果然堪称一绝啊！能让张老板这位吃鱼的行家说出这样的话可不容易啊。怎么样，张老板，我们这里的鱼和茶都还不错吧？棒，你们这里的茶和鱼的确不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应该是我生平喝过最好的茶，吃过最好的鱼。那张老板以后可要经常来呀。那是一定的了。对了，你们这里不是有三绝吗？还有一绝是什么呢？我迫不及待地想品尝一下了。我们这里的第三绝既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。哦，那你们这儿的第三绝是什么？我们这里的第三绝是山上寺庙里的那位老法师，这位老法师占卜看相是非常灵验的。原来你这里的第三绝是这个，那我可就没什么兴趣了。要知道我可是从来不信佛的。张老板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这位老法师你可一定要去见见，他的名气可比这里的茶和鱼大得多。是啊，张老板，你做生意天南地北的，整天奔波，一定要请这位法师看一下。我的一位朋友有次坐飞机远行前遇到了那位法师，法师极力劝说他最近不要远行，可我那朋友就是不听，依旧乘机远行。
结果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坠毁了，他也因此丢掉了性命。哦，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啊。哎，这不是凑巧，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这里流传很多呢。那位老法师就像是能看到未来一样，所以他才会成为一绝嘛。好吧，你们这里的前两绝我都见过了，那这第三绝我也去见识一下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带你去山上寺庙里拜访那位老法师。干嘛要明天啊？明天我准备乘船去别的地方采购茶叶呢，我看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就去拜访他好了。张老板，这样不太好啊，要知道老法师可是修行的高僧，我们刚刚吃完荤菜就去拜访他，实在有些不敬。这有什么不敬的，就这样定了，吃完饭我们就去。张老板对于大家传说的老法师并不相信，认为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。因此吃完了饭菜后，他便跟随朋友来到了老法师所居住的寺庙。这位施主，你从小就酷爱吃鱼是不是啊？没错。哎，施主请回吧。啊，张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是啊，老法师和你说了些什么呀？这位老法师就问我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吃鱼，我说是的，之后他就让我离开了。哎呀，这可不妙啊。是啊，老法师一定是看出你身上存有不祥的预兆，但并不想点破。张老板，我和这位老法师有些交情，我进去替你问问吧。你们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看这位老法师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张老板，你可不能这样说呀，他的话每次都十分的灵验，要不也不能算我们这里的一绝了。怎么样了，老法师是不是从张老板身上看出什么来了？张老板，你是不是打算明天坐船外出？是啊，我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？明天一早我就走。张老板，你听我一句，这几天就留在这里，不要乘船外出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？难道那位法师认为我这几天会出意外，就像你的那位乘机坠毁的朋友一样？你说的没错。啊？难道这是真的？老法师真的认为张老板最近会出意外？张老板，老法师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呀，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好了。你们这就这么相信那位老法师的话？张老板，老法师的话不能不信啊。他说你平生最爱吃鱼，进过你嘴里的鱼不计其数，如此肆意夺取水族性命，你的命迟早要归还给水族，所以你一定会溺亡，而且就在最近几天。是啊，张老板，老法师见你的第一面就知道你喜欢吃鱼，难道你不觉得神奇吗？张老板，老法师的话一向都是很准的，你最近可一定要当心呀。对了，你明天不是要坐船吗？现在看来这船你还是不要坐得好。对呀，张老板，你就先在这里住下，等我向老法师求来解救的办法再说。好吧，那我就听你们的，先在这里住下。那就好。那我们就放心了。然而张老板只是让自己的朋友放松了警戒，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悄悄起身准备登船启程。船票我都提前买好了，怎么能不走呢？先生要去哪里啊？去渡船码头。好的，先生，您这是要去坐船吗？是啊。你走得可真早啊，最早的船班也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开的。哈哈，我是打算提早去才不会错过船班的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可恶的狗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？
说着，计程车司机便下车查看，张老板也下车查看，只见在车前方一只狗躺在地上，它的后腿似乎受伤了。这只狗看到他俩后发出一阵哀叫，然后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他们。快走开，你这只赖皮狗，再不走的话，我可就从你身上压过去了。他的腿已经伤得这么厉害了，哪里还走得了啊？哎呀，这只狗怀有身孕呢。真的啊？哎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发发慈悲心，将它拎到路边好了。那怎么行？走，带我去宠物医院，希望他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事的。去宠物医院？你不去码头了吗？你不是说最早的船班也要一个多小时后才出发吗？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快走，不要耽搁时间的。就这样，张老板带着这只受伤的狗来到了宠物医院。它只是皮肉伤，处理一下就没事了。那它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也没有事吧？肚子里的孩子应该也没事，不过这几天一定要留意它的反应，如果有些反常的话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对了，这些药你拿着回去给他吃下去，每天一次，连续三天。啊，我并不是这只狗的主人呢。啊，你不是这只狗的主人？那你怎么带这只狗来这里呢？它是我在路上捡的，我想它应该是一只流浪狗吧。这可不是一只流浪狗，你看它脖子上还有项圈呢，项圈上刻着我最亲爱的朋友玛丽，这只狗的名字叫玛丽，而且从项圈上的字我能猜得出来，它的主人一定很喜欢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它的主人现在一定很着急的。我想你发现它的地点应该距离它和主人走失的地点并不远，此时也一定在找它。嗯，有道理，我这就带它回去找它的主人。张老板抱着这只狗回到了发现它的那条路旁，四处打听它的主人，因此错过了船班。而张老板的朋友们此时也正焦急地寻找着它。张老板究竟跑到哪里了？他不会真的乘船走掉了吧？肯定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赶紧去码头拦住他。对，我们赶快去码头拦住他。晚了晚了，船已经开了。哎，看来张老板应该如此啊。两位朋友看着客轮越驶越远，突然客轮上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接着客轮上燃起熊熊大火，客轮一点点的下沉。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老法师说的真是没错，看来张老板真的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啊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听我们的话，非要坐船离开这里呀？这下可好，命都没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老板，你没上船啊？张老板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艘船的船票我都买好了，如果不是错过了登船的时间，那我现在一定是在船上。你杀害水族无数，原本应该以命偿还水族，但是你心生善念，救助了那只狗，因此救了你一命。以后你只要多做放生护生的善举，才能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。经过这件事情，我全然相信因果报应的了。老法师，谢谢您。